来临时行宫啊吼啊战创哦，咱因为咱要征收咱这个百年的啊南庙宫啊吼啊这个、老庙，咱三川殿这个整个木作结构啊吼，拢去哦旧去啊，所以咱啊签个啊文化部补助，啊咱家己南庙宫出3000几万哦，要来征收南庙宫。所以所有的新村啊，暂时出来来到咱的新宫啊，咱所有的传统的宗教礼仪拢无改变。咱未来所有的庆典，这两年左右的时间，所有的庆典拢伫咱的临时新宫来办理。所以咱拢无啊减，所有拢遵照鼓励啊，未来所有的啊，这个拜拜，咱拢伫这历史新宫，咱全国，咱南庙宫的信众大德啊，继续来扶持咱中华南庙宫，咱妈祖婆保庇大家，拢平安、身体健康，做事业的拢会当大赚钱，非常感恩。咱请新村人员吼，啊，咱跟上队伍啦吼，啊，感谢感谢。啊，咱团队上少少，咱欢迎海基沙巴起高，起高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咱邀请吼，啊，咱所谓水性之信众，啊，加薪水，啊，咱开始上马，啊。来，你的咱代表吼，叶尚文叶代表陪同，江炳辉代表吼，啊，咱代表。